天星期一的中午，大家其实应该都在努力要开始一个星期，要准备好好的上班。但是小红老师，我太幸福了，和美丽的女主人哥本哈根的总经理，我们的 Nancy 小姐一起呢，在这么漂亮的总统套房，看着顶级独一无二的哥本哈根的餐瓷丹麦之花系列。因为这是 invitation only 嘛，不是每个人可以来的。既然不是每个人可以来，那其他的人怎么样可以看到呢？就要谢谢 Nancy，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，让大家都可以一窥究竟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有这个荣幸，也给没有办法参加的朋友介绍一下皇家哥本哈根最顶级的系列——丹麦之花。我们都知道，丹麦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。对，所以包括你们的幸福天竺葵，对，还有闪耀千里。对，这些一切的一切呢，都是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买了你们的餐瓷呢，幸福感倍增。对，幸福感倍增。而且我看到 Nancy， 我都要觉得皇后陛下你好。今天中午其实举办了一场午宴，但是最棒的呢，是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百万下午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很难得，就是说大家现场看到这些丹麦之花，在丹麦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瓷器，包括在皇室里，它一般其实很少拿出来使用，只有在特别的场合，比如说国宴、寿宴以及婚宴这样子的场合才能拿出来使用的。所以我们这次特别，因为台湾的消费者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系列，所以我们真的特别秦商总公司那个借了一套完整的产品，让我们顶级 VIP 可以完全比照国宴等级的方式来享用下午茶，真正的实践所谓丹麦的 daily luxury。 我们希望把奢华跟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对，你知道台湾也是非常有品味的国家哦。我们看到一个镇店之宝，冰淇淋钟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这个冰淇淋钟，等会大家一定想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啊？我们的伟大的 Nancy 小姐，您真是太有 power 的 CEO 了。没。她上任了三年时间。他卖了12组，一套呢120万，你就知道他多厉害了。你简直是促进台湾经济繁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台湾其实有很多客人是喜欢这样子带一点金边，有一点奢华，但不至于太 over 的一些很好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艺术品。对，台湾的人其实是很有品味的，真的。这一次你也很难得的邀请到你们丹麦的国师，对，绘画国师画师、他能够到台湾来 ，Simon，Hello，Simon，Hello。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. Yeah. Hi Taipei. Hi Taiwan. 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，能够邀请到 Sima 能够来到台湾。而且呢 ，Sima 其实是你们所有的15位画师当中，对，只有5位是全能的画师。他不但是能够绘画，而且能够描金，而且呢，他可以把署名都能够直接写下来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落款都还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。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很严格的落款限制，包括画师的资历跟他的功力。所以 Sima 其实是很少数之人，5个人之中，其中一个他是描金师、绘画师，而且可以落款的，所以是很厉害，算是很厉害、很厉害的。对呀，像您讲的是国师等级的。你也知道，如果不是台湾的消费能力，还请不动，对，真的还请不动，对，还请不动。所以你让我们觉得台湾很骄傲，因为我们的销售状况，这个系列是全世界卖最好，甚至胜过丹麦本身。那丹麦因为是有皇室，它有一些皇室的贺礼，它会需要。那就是一般讲，就是说我们的分公司各个场合。日本、韩国各大市场，台湾真的是卖的第一名，所以你在丹麦总部应该都也很惊讶，台湾在哪？怎么可以这么的厉害？No， 我们丹麦总部知道台湾在哪，而且很喜欢来，而且他为我们台湾呢已经创造了3大系列，包括日月潭系列、玉山，对，很多都是台湾才买得到的。对，因为他等于是专门为我们客制化定制了属于我们台湾的系列。是，那这一次呢也特别为台湾推出了3角盘的蛋糕盘。对，应该。就是想说有一些系列像蓝色跟黄色，我们讲说是双花盘，只有在台湾买得到，而且只有20套，而且20套现在只剩1套，19套都卖掉了。我觉得真的是台湾之宝，谢谢你们啊。对，那三角盘有几个系列其实是其他的国家在明年买得到，台湾都是首卖。你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幸福的啊，吃午餐跟下午茶，我们真的很幸福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餐瓷，每一个盘子都不一样，都有它的特色。有人告诉我，花钱买东西是不是都是一种快乐？在买的那一刹那，你一定有快乐跟幸福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买了餐瓷呢，买了
任何的精品，任何东西你花的钱其实不是花掉了，它是把幸福快乐留在你身边。所以幸福快乐每天你都用到它，看到它，值不值得？值得，而且没有花掉哦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来享用了。